家更新一下最近这两天都干了些啥。昨天不是周五嘛，一个特别厉害的大牛来我们这儿讲座，主要议题是关于那个幸福感以及孤独感的这个议题，确实也挺有共鸣的。我就在下面一直疯狂的写笔记。到晚上呢，我们班委组织了一个班聚的活动，我的主场呢就主要是在 KTV， 给大家分享几个我们当时正在唱歌的片段。我唱的不好不要说我啊。再来一次，滚土滚他卡你考得土哇西拉，越做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我的妈呀，昨日不堪回首。今天呢已经周六了，外面有一点点太阳，然后就想着今天去东湖骑一次自行车。今天长这样。 OK， 准备出门。刚刚已经骑了6公里了，差不多花了40分钟时间嘛，然后现在就找了个椅子坐一会儿。我觉得我骑得慢，主要就是这个车的原因，就是你知道蹬起来特别费劲，而且那个刹车也有点费劲。再往前溜一溜，就准备往回走了。路上看到的这个是什么花呀？还挺好看的。落叶路的名字好好听。刚刚骑完车，然后来这个东湖新村吃胖哥饺子。现在5:30，但是2楼这个地方竟然只有我一个人。点了一碗小米粥，还有这个猪肉的煎饺。直接把饺子喂进嘴里。Oh no no， 好烫啊！调了一个味碟蘸一蘸。土豆猪肉的真不错呀。回来路上顺便买了菠萝，晚上就看一看视频。以上的这个 vlog 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啦，希望你喜欢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